现在所在位置在伊斯坦堡，现在有两间非常著名的，就是伊斯坦堡地标，一个是蓝色清真寺。哇！今天已经没有时间逛了，他就说会安排。他有六个叫拜塔，又来了。开始。叫拜塔又来了。那这一间是什么？圣索菲亚大教堂。哇，被挡住了。圣索菲亚大教堂。哇，这边传来了叫拜声。哇，叫拜塔传来了叫拜声，好听吗？圣索菲亚大教堂，我们刚刚去参观过了。蛮有意思的。伊斯坦堡，伊斯坦堡。顺带一提，伊斯坦堡真的很贵。啊？伊斯坦堡的东西真的很贵。东西很贵，对，超贵的。啊？他真的会这边跳来那边跳去。他会呼应的合唱啊。他在唱什么啊？我听不懂哎。对。我觉得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这个蓝色清真寺，它有六个教拜塔，可是有一根居然坏掉，在维修，好可惜哦。它那一边圣索菲亚大教堂是里面在维修，哎呀，到处维修来维修去。好啦，哇，这好多黑宝。好，伊斯坦堡。